短短一年内，六个家庭破碎，八人受害，其中包括四岁的幼童及64岁的老妈妈。这些人将以残缺的生命面对未来的人生。这些血的教训告诉社会大众，熏香精油可以带来健康，却也可以等于送自己一桶精油和一支火柴棒。市面上以点火燃烧加热的熏香精油，成分约含95%大约滴以上的异丙醇及香精油，其中异丙醇极易挥发，产生火灾与爆炸的情形与汽油相当。这段影片里，我们模拟熏香精油放置在硬币空间里，挥发之后可能产生的危险。我们给它一个点火源深入硬币容器内，这时容器内已经充满了熏香精油所挥发的气体，点火源所发出的纤维火花随即就发生爆炸并起火燃烧。发生事故之案例多为使用者于添加精油补充液当中，或是补充完毕后欲点燃精油酒精灯，产生爆炸或剧烈燃烧现象。所以装填熏香精油之容器打翻或是溢出时，极易与汽油一样产生爆炸或剧烈燃烧。从影片里面可以看到，火苗迅速地点燃了溢出与沾满在手套上的熏香精油。远离火柴棒，精油让您安全又健康。